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市民，这个心意卡呢集结了很多世界不同国家的华人啦，同埋我哋香港的市民啦，都是关心香港爱国爱港的市民，支持先遣队来到香港同协助香港咧抗疫嘅。我呢一个画作咧就系画咗咧喺香港嘅背景啦，同埋咧下边咧好多心心，即系爱国爱港嘅香港市民咧，就衷心感谢你哋嘅。咁希望我的畫作和這張心意卡可以交給有關的單位，可以轉交到先遣隊員，向國家衛健委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致敬。